三皇是啥？为何能吸引这么多人去寻它？精心管理，它的三皇为何长得奇形怪状？长得像一头蒜。哎呀，千姿百态，嘛样的也有。什么样的难题让他有了填平大棚的念头？我把棚子平它，我不养了，太难了，干的不想养了都。乡土专家给出什么方案，让农户犹豫不决？我得给他和他爸爸商量商量，也不是一笔小的数，我觉着。预知详情，敬请收看本期《田间示范秀》，拯救三皇。帮扶规则介绍。在每期节目中，栏目组接到农户的求助后，就近寻找乡土专家，帮求助农户找到问题发生的原因，并加以解决。本次帮扶即宣告成功。早晨五点，天刚蒙蒙亮，在山东省临清市的一片古桑园里，很多人拿着镰刀铲子围着桑树，好像在寻找什么东西。七月，桑葚果早已经采摘完毕，那么这些人到底在桑树上找什么呢？哎，老六，啊，找到桑葚了吧？没有，不好找啊，现在越来越少了。他们口中说的桑蛾子到底是什么？为何能够吸引这么多人寻它呢？在那边看看。好，这里一个桑蛾子。当地人口中的桑蛾子，实际上是桑树上长出的一种珍贵的药用真菌。由于形状很像蛾子，所以被人们形象地称为桑蛾子。它就是传统中药桑黄。药性论等古书记载，桑黄味甘辛，无毒，具有活血止血、化饮和胃止泻的作用。现代医学研究证实，桑黄中含有多糖、三萜、甾醇、多酚等活性成分，具有较高的药用价值和经济价值。近些年，野生桑黄资源越来越少，当地人利用桑树资源开始人工种植桑黄，走出了一条新的发展路子。但是我们却接到博平镇一位桑黄种植户的求助。求助农户孙春霞，40岁，山东省聊城市池平区博平镇孟庄村人。求助问题：桑黄不开片。您这儿种了有几个棚啊？我都种了俩棚今年。这有多大面积啊？二亩地挖这哈。慢点啊。哦，种这个桑黄是要把这些菌道是种在地下的。人工种植桑黄就是把桑树修剪下来的枝条粉碎成木屑，再加入棉子壳、麸皮等原料，混合成培养基，装入塑料袋内，最后放入桑黄菌种，这就是菌包，它是桑黄生长的营养源。菌种长出菌丝，当菌丝在开口处遇到氧气时，就会萌发出桑黄。哦，这些就是桑黄呀？那是桑黄，圆鼓鼓的。它本来它是该开皮儿。那这个圆鼓鼓的，它是还没长开吗？它今年还不知道什么情况呢，它今年都长成这样了。哦，我看您这一排排的，大部分都是像一个鼓包一个鼓包这样形状的。可不呗。这边大部分都是球。你看看这个啊。哎呀，长得像一头蒜。哎呀，千姿百态，嘛样的也有。正常情况下，桑黄它应该是个什么样子？长成叶片的那种。叶片？嗯，对。叶片是什么样子的？也有个长好的。这个，看一下。这个就是长得比较好的桑黄。对。它跟灵芝很像。差不多。灵芝有柄，它没有柄，它是直接出来开了个伞。正常情况下，它应该是长这样。哎。这里说的开片，指的就是桑黄从萌发到展开长成片状的一个过程。要是都长成这种叶片的话，都能采摘了。它叶片长快，它都能搁在长的生长期长上，它长得慢。孙大姐是在4月底购买来的桑黄菌包，经过一个月左右的培育，菌丝长满菌包。5月底在菌包上划开一个小口，
从开口处就会长出片状的桑黄来，到了七月就可以陆续采收了。但是孙大姐的桑黄却长成了疙瘩，迟迟不开片。老些个类似于开片，它都是开不开，长得什么形状的都有，大球、大象鼻子、毛毛虫，这么大，这就像一个大脑袋一样。都说的，它都长成这么大的多的，你看它有的跟这花样，它一层一层长得，一层一层的，跟蘑菇似的。对，都像苹果、啊，我都说嘛。是不是有这个苹果的基因啊？苹果的基因，你怎么会这么想？我都是养苹果的，养了多久啊？养十来年了，知道它是这个食用菌类不？哎，菌类的习性有点相似嘛，它也不大出养起来。孙大姐有着十多年的苹果种植经验，对于种植桑黄，她也是有着一定的信心。但是精心的管理，桑黄却长得奇形怪状，如果按照这样生长下去，可就要赔钱了。他一斤，咱这个买干品的话是400块钱一斤，400一斤。哎，二斤的话是250，三斤才100块钱。你看，像这样的，基本上都是三斤这个，跟这样卖不出钱来了都。我这两棚也都是总产量，晒干了也都是能摘上400斤左右吧。我这些个如果是三斤的话，卖上40000块钱，我都赔钱。除了不开片的问题，更让孙大姐发愁的是，还有一些桑黄变色了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你看，给这长冷好，发黑了。都黑了怎么？真的，它这些长黑了的都。而且这个还往下滴黑汁儿。对，都是。哇，就像烧糊了似的。像捞稠浆油。滴下来的这汁儿，颜色很像。孙大姐发现，最近几天变黑的桑黄越来越多，如果继续发展下去，别说挣钱了，就连成本也收不回来。真是尽心尽力的管，都管成这样了。确实，我能感觉，就是现在这个温度，在这个棚里面，一般人是站不住的。热、啊，你看这汗，你衣服基本上都没干的了，都湿透了呢。它都是需要这个高温高湿。只有这个温度和湿度上去了，才适合它长。为了让桑黄长好，热点也得在里边该干的干呀。它今年结果养成这样的了的。哇，太热了，里面太热了。哦，外面好凉快。不容易吧，种桑黄。我觉得我裤子都已经湿透了。湿了，然后衣裳都湿了。好，大姐，您之前跟我说，您这个棚之前是种苹果的。种苹果的。那怎么没再继续种呢？它这个苹果是冬天的那个种的，是8、9月份到这个春天的4月份吧，都结束。正好这一段时间有这个咱这个棚闲着。去年听说有这个桑黄，要了2000包，寻思试试吧。结果那2000斤包也挣了也10000块钱。哟，那不错。还行，它种的少啊。现在孩子大的上大学了，小的也上着学。多挣一点是一点的吧。家里花销很大是吗？两个孩子课外，两个孩子都上学。一年得3-4万啊，不得3-4万。给桑黄大棚通完风，孙大姐准备回家看看儿子作业写得怎么样了。女儿考上大学之后，儿子的学习是她最关心的。写仔细一点哈。你今年上几年级了？5年级。你写吧，我们不打扰你了。好听话呀。大哥现在在忙什么呢？他出去干活去了。干活啥时候回来？晚上得7点半吧。7点半。大姐，有一件事我挺好奇的，您是怎么知道有桑黄这个菌的呀？我也是那个去年的时候，听俺村上那个刘主任说他会种不，养点不。也没见什么怎么养的，都说是这个东西，都说它的这个用处，挺大了。反正觉着这个东西能好，再试试吧，尝试一下吧。大哥为什么没有说就是跟您一块帮帮您呀？他也在家里，俺两个光养这个，这要挣了钱还行，要不挣钱花嘛。他得出去挣点钱，好花呀。本想着利用夏季空置的大棚种植桑黄多挣点钱，没成想桑黄迟迟不开片。投入的成本都很难收回来，
然而祸不单行，一场大风让他有了填平大棚的念头。怎么回事呢？前两天一场大风，我朋友刮了大风。嗯，严重吗？可是严重哎，我还有照片的。当时什么情况？哎，你看，把后边棚啊全部刮了，砸到前棚上去了，前棚也受损失了。我当时的反应是嘛？哎呀，要不是里边有那些金包啊，我把棚子平它，我不养了，太难了，干的嘛，不想养了都。哎呦，这些年风风雨雨的，刮风下雨，人家都上家跑，刮风下雨上棚上跑，有我这些多长时间的心血啊！每天起来都先上棚里看去。哎，你说，你这个棚这个刮了，村支书在群里一发。好多俺村上的这些个乡亲都来给帮忙。哎呀，那天下午还有一二十口子人吧，都来给帮忙，直接买了竹竿都绑上了，第二天都蒙上了。哎呀，真是忒感谢俺村里这些个人了都。如果是再下雨，这些军包泡了的话，估计这一棚都全完了，真是心里着急啊。那您这些修好又花了多少钱呀？一共花了四五千块钱。乡亲邻里的相互帮助带给孙大姐温暖，懂事的孩子也给了她坚持下去的动力。女儿大小听话，学习成绩一直很好，每次开家长会去，哎，真是自豪，那时候呢心里真高兴。最开心的就是去学校开家长会。对呀，对呀，我的微信名字都是圆梦。我没念好书，没上大学，我都让孩子圆我这梦了，现在终于圆梦了。哎，那是不是现在有一个这么优秀的女儿，家里有个大学生，也是你去努力一把的动力？可是个动力。读完四年大学你可以考研，你只要能念我都能攻。现在孩子都是我的动力。乡土专家王荣祥52岁，山东省临清市先锋街道人，种植桑黄7年，种植面积100多亩。您好，王老师是吗？对对对。您好，帮小美小林，您这下雨天在这儿做什么呀？下雨天就出来看一下，因为我们这个谷仓园里面看有没有那个野生的桑黄长出来。得是下雨天才能见到吗？对，这个桑黄啊，它是一般在雨后即生，这个7月下旬和8月初的就是这个温度在萌发。乡土专家所在的这片谷桑园，300年以上的谷桑树就有10000多棵。历史文献记载，黄河流经临清，后来因为决口改道，在此留下了13万亩的沙河地，称之为黄河故道。当地人为了防风固沙，促进农业生产，种桑造林，养蚕织布。黄河故道谷桑树群是黄河流域农桑文化的代表，是中国农桑文明发展的历史见证，被评为黄河故道省级地质公园。在谷桑园的核心区域是临清桑黄种质资源的保护区，不对外开放，用于野生桑黄的保护和研究。帮小妹听说王荣祥正在寻找优质的野生桑黄做菌种，那么什么样的桑黄才适合做菌种呢？哎，这个地方有一个刚萌发的。哦，原来桑黄小时候长这样，像那个小馒头一样。你看那个地方，长得像拳头大小是吗？对，这个还是比较小。像这种得长了多长时间了呀？这种长了大概也就10天左右。这里一个大的。哪儿？看到没有？哦，这个比较大。哇，这么大呀那一朵。我去搬一下梯子。行。哇，这个就是野生的桑黄。对呀。它表面我现在近距离看，它是毛茸茸的，桑黄也叫粗毛藓孔菌。粗毛藓孔菌，对对对，这是它一个生长特性。哦，桑黄属于袖格菌科藓孔菌属，粗毛藓孔菌的子实体，上表层为绒毛状，下表层密布排列着细小的微孔，
中间有无数个菌管连接。这可以碰碰它吗？哦，这个千万不要碰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如果一碰的话，它就要变色、变颜色，冻的那个地方它就要停止生长。哦，就很娇贵。很娇贵这个东西。那我从外观上看，它应该是软软的、毛茸茸的，就是特别像，我们吃的那个杨梅上面的一个小肉刺，一个小肉刺那种感觉。它一个孔就是一个吸管。我现在看到您下面说的这有很多孔了，哎，为什么这有很多的小水珠呀，发黄色的？这是雨水滴吗？它这个气孔啊，起了一个什么作用呢？就是它包括吸氧，包括水分。嗯。你像今天这个下雨天呢，它就是内身的水分就比较大。它就是说吸收不了的，它就要自然的排出。桑黄这种孔隙结构像海绵一样，它会根据空气的湿度和自身的需水量自我调节，达到平衡。这个、经过寻找，终于在一棵较高的桑树上找到一棵优质野生桑黄。好，我帮您扶着。好嘞。有点滑。上面是什么样子呀，王老师？哎呦，这个桑黄上面是金黄色的，边缘长得特别齐，包括它这个最边的这一圈绒毛。那我开始采了啊。好。哎，您看这个这朵桑黄，金黄色，半圆形。回去以后要带到实验室，进行这个菌种的扩繁提取。人工种植桑黄，扩繁过程中特征特性会慢慢退化，菌种质量下降，所以王荣祥每年都会在古桑园里寻找优质的野生桑黄，提取菌种进行扩繁种植，在桑黄的研究和种植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。那么他能否帮助孙大姐解决桑黄不开片的问题呢？王荣祥，王老师，这是孙大姐。那个今年这养的是这桑黄，它不开片儿。行，咱们进去看看先。嗯，行。这棚里感觉有点闷，好像是。它这塑料布都放着呢。塑料布还在盖着，因为当时那个温度已经到了上升的时期了，里面又闷又热，就感觉，或者从技术方面它存在一定问题。哎，王老师，你看看，长的这些疙瘩，基本上没有开片的。你给看看什么原因造成的？这个我仔细看看，我转转看看。行行行，看看你好好给看看。我先看看。这前期干了。我看了一圈，看了一圈，不过这个棚里面，你这个桑黄啊，这个不开片太多了。嗯。这个问题很严重。什么原因造成的这个不开片儿？是多方面的原因。你看你这个棚啊，它是有点半地下，这个棚。对呀。来，咱们过来看一下。种平菇需要半地下的是吗，大姐？啊，对，它那冬天，种平菇是冬天嘛，它保暖那个半地下棚。它这个棚啊，就是冬天保暖，但是它的夏季影响通风。现在种这个桑黄是，就是它通风不好。孙大姐的大棚是下沉式的。比地面低了半米多，冬季有很好的保温效果，但是这种结构不利于自然通风，因为通风口的位置高于种植面，大棚底部的通风效果不理想。除了大棚本身的弊端外，还有什么原因吗？黄色的那种在中间干干的，这是你前期的时候湿度过小造成的。一开始那时候开海口河，它那时候湿度都是60多吧。哦，那前期应该是多少湿度呀？应该正常保持到这75到80。哦，得高一些。对，要高一些。你看这个都是这种情况造成的。这个前期今年春天的那不是已经是风比较多嘛，空气它都是干燥的，它那里边湿度它根本也上不去。哎呀，我也都是老是给它浇水，让它保湿嘛。桑黄生长需要的水分主要是从空气中获取，如果大棚内的空气湿度较小，桑黄缺水生长缓慢，缺水严重的话，它的表面就会老化变硬，停止生长，更不会开片了。前期棚内湿度小是桑黄不开片的原因之一，那么现在棚内的湿度怎么样呢？
它这个湿度现在已经接近90，正常75到85之间。最近一段时间就是阴雨连绵，通风不行，棚内的湿度上升。咱们这个桑黄，其实它这个条件很苛刻，就是它生长条件，你湿度大了也不行，你湿度干了也不行，要根据气候的一个，就是它变化，随时来掌握它来管理。桑黄上面这些水珠，你看每一个上面都有。这些水珠其实是不好的现象，对吧？对，它就是湿度过大，本身桑黄吸收这个水分，它使用不了。但我有一个疑问啊，王老师，咱之前在野生环境下看到的不也有这种水珠吗？有啊。但为什么在大棚里的就不行呢？它这个自然环境中，它有水珠的情况下，因为它是自然空气，它很快流通，它很快就会干掉，对，蒸发。因为你在棚里面如果覆盖了这个塑料，它通风不及时，它这种水珠就是越来越多，容易引起这个子实体畸形或者不长，或者就是不开片。桑黄底部出现大量水珠，意味着桑黄的含水量已经饱和，种植户也可以根据这一现象及时调整棚内的湿度。看着这些水珠，孙大姐还有一个疑惑，那些变黑的桑黄是不是也和湿度有关系呢？王老师，你看这些个发黑的，这个一开始都是小红水珠，小红水珠慢慢的水珠颜色变深，水分过大里面它吸收不了，在里面待的时间过长，变色变黑色腐烂，这就是充分的证明它这个你这个棚里这个管理这一块啊，就是湿度大，通风不行，温度又高。你看你现在这个温度达到了35度多，它咱们这个桑黄正常应该是在25到30度之间正常的生长，高了。在高温密闭的环境下，桑黄内部的水分得不到循环和蒸发，长时间积压在桑黄里，水的颜色也由透明变成黄色红色，越来越深，最后变成黑色。你看咱们三个刚才在棚里看了看，转了转，感觉的是不是很闷，又闷又热，就感觉喘不上气。对，你看人感觉喘不上气来，就是什么原因呢？就是缺少氧气。咱们在里面呼吸这么困难，更何况咱们这个桑黄在这个食用菌类里相对来说是需氧量比较高，所以说呢，你现在氧气达不到，它本来就是想生长的再开片，准备伸展的时候它突然缺氧，就把它憋回去，因为缺氧就造成这种状况。对那个开片啊，包括生长有很大的影响。桑黄属于耗氧性真菌，比孙大姐种植的平菇需氧量大得多。在生长期间，通风良好，氧气充足时，桑黄就会快速生长开片。如果通风不良，棚内二氧化碳积累增多，桑黄的生长就会受到抑制，生长变缓，很难开片。在与孙大姐交谈的过程中，专家又得知一个信息，她每天都在上午的11点左右给大棚灌水。那么这样浇水对不对呢？平时浇水的时候就这样，就这个塑料布蒙这么严实。对呀、你现在就是说在这种封闭状态下浇水，因为一浇水它就会增加这个湿度，一定要加强通风，要把它掀起来。我这个想法都是白天的天热的时候，通着风热气上里去，它外边热，因为温度高了也不行是吧？也是有质疑，不寻思这样能行。因为你浇的这个水啊，它是从那个深井上来的，它的水温度大概在12-13度，这个水，它这个浇水以后呢，靠近桑黄的这个几十公分，它的温度是不会过高，上面的温度你进去就好像感觉热。浇水的过程中，水可以降低棚内底层的温度，但上层的空气温度高，湿度大，这个时候就可以打开风口，让棚内的空气与外界循环起来，既可以降低棚内温湿度，又可以增加棚内氧气。这个加湿的同时可以这个通着风、浇水的同时一定要通风。那我还是这几点没掌握好。咱们现在就先把那个风通开它，你边浇水边通风。帮着孙大姐把通风口打开后，乡土专家又回到了大棚里。因为孙大姐的桑黄还隐藏着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，是什么呢？你仔细看看你这个桑黄，就是黑点点是什么呀？就是那个虫子的粪便。虫子？对，它里面招生了虫子。这里面有虫子？有，看到了，不是我这里。哎呀，这一点地方两个虫子，这个就像是咱这个庄稼地里找的那种
大虫子是吧？对，像这种情况，我刚才在你棚里转的时候啊，有一部分，相当一部分，在整个棚里蔓延开了以后啊，它对这个子实体开片有很大的影响，它就回形形成这个畸形，它不生长。想着割下来了吧，这个，它这一会儿还能长呀？它这个能生长，下边这个小子实体这个地方没有虫子，就很快就会长起来。怎么会有虫子呢，大姐？这个棚里面？就是咱们这个棚在通风的时候缺少一个保护措施，它应该加个防虫网。这个虫子它不是爬进来的虫子，它是虫蛾进来以后产卵。经过查看分析，孙大姐的桑黄之所以不开片，主要是因为前期湿度小，后期通风不畅，导致棚内温度高、湿度大、缺氧等问题，还有虫害。对于这些问题，乡土专家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吗？第一呢，这个通风，按道理说就要添加一些风机、水帘。这风机水帘见都没见过啊，那花不少钱。对，这个风机呢，这个、一个棚里面大概就需要应该在3000左右。还有一项就是咱们要加上一个防虫网，预防那个虫蛾飞进来。哎呦，这一改造又得5000块钱花，一个棚、两个棚10000块钱，这个太贵了，有点接受不了哟。又得投资，哎呀，我这点桑黄，得挂一回棚花2000-3000，得投资5000-6000又成万的，还着长成嘛样。哎，都是也不愿上里头了。种好这个桑黄，这个设施还是很必要的，很重要，在这个过程中。我得跟小孩他爸爸商量，也不是一笔小的数，我觉得。你可以和那个你对象沟通一下，然后呢，最好有时间可以去我们公司基地去看一下。大姐再和大哥商量吧。参观学习，什么样的桑黄让农户羡慕不已？好羡慕啊！可是啊。在家里是干着急，来这是羡慕着着急。专家出手，什么样的帮扶让农户开怀大笑？哎呀，太好了！谢谢你俩。预知详情，请继续关注本期田间示范秀《拯救桑黄》。经过现场查看，乡土专家王荣祥找到了求助农户孙春霞种植桑黄存在通风差、温度高、湿度大、虫害等问题，也给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。但是在增加设备的建议上，孙大姐有些犹豫。专家走后，孙大姐打算先把棚里有虫害的桑黄找出来。咱不行，在这拉开，加油嘛。有大油，好大！你看，跟这个样，把这一块桑黄糟蹋不大的人了都。它是哪长好些？哎呀，这白色蠕动的虫子！你看，小妹，这里边这一块儿。啊，好大，这么多！你看那个虫子，确实对这桑黄危害挺大的，是吧？晚上8点，孙春霞的丈夫从工地上回来，他是否同意继续投入改造大棚呢？您现在在工地上都忙什么呀？也垒墙也抹墙。垒房，那也是个辛苦活哦。体力活呀。那您俩都挺累的，其实。基本上家里的活都不用他干。在外边这天挺累的。他在家也不容易，连管地家管小孩，还得管做饭，还养着桑黄。老是忙活。就这不，今天大哥您出去忙活的时候，我带了一个老师过来看了看然后也给了一些措施，但是呢大姐有一些顾虑，是不是？咱这不开片，主要原因是这个缺氧，通风不好，现在安个风机，俺说都是有这个虫子，最好是这个两边都这个装上防虫网，算一算得得投资5000-6000。一个棚5000-6000，两棚10000多了哟。这些怎么治？你说这？都快亏了，挣钱不容易，能啥？那不行，再上他那边看看去，学习一下，参观一下行不？行。要不咱就明天先去看看。行。大哥、大姐，这里。好，你看人家这棚。这个大车间呀，他这棚哈，哎呦，人家这棚真好，咱进去看看。好，人家这棚
你咱俩碰这不一样，哎好哎。你看你这片儿开多好啊，你这桑花。这个就是您说的长得好的桑花的样子。这样开片儿。哦，王老师，您好啊。你好，你好。采收呢，他们。这得采桑黄呢。对对。可以拿起来看一下。可以可以，拿起来看一下。大姐，你看这个，你看这个，你手里拿这个也很好。可是，哎呀，王老师，你这个桑黄长的这个叶片儿这么大，这么厚。这算是一级。这算是一级，那可是。开的片儿又好，长得还厚实。嗯。这个还重啊。这个有多重啊？现在的话不得有半斤。多六七两啊，干了以后今年最少能达到四十盆了，五十盆。大哥看着呢。可是好，比俺那好多哎。挺好哈、啊。可是俺那个像这样的开片的很少。嗯。你看，还有这里采的这一筐。王老师那一筐更多。这都是一级品。这全都是一级的。对。好羡慕啊！哦，可是啊，真是看着那沉甸甸的，人家端着那一筐，真都是端的钱。你这都开始采摘了。你这几月份进的膨胀菌包？这个是四月底。哦，那跟我那个差不多，我那个还没开片的，你这都已经采收了，差距太大了。今年老是开不了片，心里特别着急。看着来了，看俺你这个长这么好，俺心里更急。羡慕的着急。羡慕的着急，对，就是，在家里是干着急，来这是羡慕的着急。后期大姐如果管理好的话，还是能开有开片对吧？嗯。看到乡土专家的桑黄，孙大姐羡慕不已，不仅产量高，品质也非常好，大多数都是一级桑黄。那么这一级桑黄的标准是什么呢？它这个还不都是一级，像这样的，像这个都达到一级品。它整个的一个子实体的颜色金黄色，它长成一个扇形，它的直径达到12公分。第二呢，就是无虫蛀，没有虫子，不能招虫子。对，你这些都没虫，我看着。第三呢，看一下背面，一定要在它喷粉前采收。嗯，像这样的空一放大，对，一放大就马上要喷粉了。喷粉了哈。对，它如果喷完粉的话，孢子出来了，它的药用成分就会降低。它这个孢子就在那个孔里面，它是一般这个喷粉是在晚上9点多喷。桑黄与其他多孔菌类相似，当它生长成熟的时候，就会从菌盖下面的微孔里喷射孢子。桑黄的孢子就是它繁衍后代的种子，孢子极其微小，只能借助光的照射，在特殊的角度才能欣赏到桑黄喷射孢子的场景。乡土专家的桑黄为何长得这么好？它又是如何管理的呢？咱们就打开这个风机。哎呦，我吓我一跳！咱们过来，过来能感受到，瞬间凉快了，感觉。它那个风量是比较大，排风量。好凉快，是吧？咱们到外边感受一下外边的热气。潮湿热气啥，都出来了。对，潮热气，又潮又热哈，哎呀，挺不错的哈。带你看那边过来凉快的感觉。好，走走走，赶紧。越往前走，是不是感觉到越来越凉快？是啊。好，来这儿更凉快。因为它这个水啊，是从地下深井抽上来的，它水温呢，基本上抽上来的时候就10几度。对面有个抽风机嘛，不是？啊。它抽风的同时就把这个凉气抽过去了。哎。水帘呢起了很多的作用，第一呢，它能降温。对。哎，第二呢，就是说保湿。第三呢，新鲜的空气、氧气通过水帘降温。就是又进来了，它那个棚里啊，空气比较新鲜，人也不烦闷，温度也不很高，你进去咱人感觉挺舒服。如果人感觉舒服，桑黄肯定也是觉得舒服，它才愿长。我那上面老写的小水珠，你这个我看着没有啊？没有，你拿一个看可以看。嗯，你看一点水珠都没有。对呀、啊，那现在这面有多少度啊，王老师？现在28度多。哎。湿度85左右，哎，正好是符合它这个桑黄的生长。嗯，我这棚，从这个通风哈、控温哈，都是比不上它那棚。确实咱这棚该需要改进的。哎，过来看一下，仔细看。有好多小窗子。这个就是那个防虫网，通风的时候虫蛾就飞不进去。它这个比那个。比一般的纱窗还密的是吧？它的比密度比较大。是哈，大姐，里面都没发现有虫子。对，所以咱的这个防虫网必须得有。嗯，回家装。哈
参观完桑黄种植大棚，王荣祥又带着孙大姐夫妇和帮小妹来到一个智能立体培养室。哇哦，这就是我们这个立体种植的这个桑黄，你看怎么样？好高啊，挺好嘞，挺好哎。这个一亩地里话题种多少斤包啊？一亩地基本上能达到这种栽培吧，35000包左右。这么多？是我按的300。它不受气候的影响，外面它是智能控温嘛，不是一年呢接近3场。好，有一个300。刚进了那个智能棚，哎呦，刚打开门一看，真好，更高级。哦，它那个效益更高，哎呦，它真是不可思议，哎呀，真是开眼界了，去了一趟。哦，大姐，你看到没有？哦，灯也开开了。它这个是补光的。光有湿度了哈。就设置好了之后，全都是自动化的。自动化的。立体栽培、智能化管理，不仅节约了土地，也更加节省了人工。这也是桑黄种植未来发展的方向。参观了标准化种植棚和智能大棚，孙大姐对于桑黄的设施化栽培有了更深的认识。对于大棚改造的建议，她现在是怎么想的呢？感觉我这个老棚吧，不适合那样改造。再一个都是这个投资那么多钱，我还是没拿好主意，还在犹豫中。对于孙大姐的犹豫，王荣祥还是建议，要想种好桑黄，改建大棚还是很有必要的。为此，乡土专家又带着孙大姐来到一处种植基地。为何要来这里呢？这是我们2015年当时从那个黄河故道树上采摘的桑黄，就只是体分离菌种以后就进行了栽培，但当时是在实验室里栽培的，栽培成功。2016年呢，就想，哎呦，栽培成功就扩大生产，就是考虑到底栽在什么地方。哎呀，问来问去，后来说，哎，正好我们那个灌下这样的有种灵芝的。当时到店子去看了看，就是这种棚，哎，一看行，大面积就栽培，感觉哎呀，这可找到一个致富的路了。就是2016年就下了大本钱，就建了这么一大棚。这一块面积是34亩，这是17个棚建了，当时花了60多万。可是结果通过一年的栽培，失败。出现什么问题了？桑黄有一部分，相当于一半，就是不开片，接了就是一个一个的黄疙瘩，还有接近一半的就根本就没长出桑黄。当年就亏了40多万了。第一年扩大种植就损失惨重，为了找出问题的原因，那时候王荣祥几乎每天都会去古桑园里寻找野生桑黄，记录它的生长，观察它的生长环境。他发现优质的桑黄一般长在位置较高、通风良好、有散射光这样的树干上，而在低矮、通风不好的树干上长出的桑黄奇形怪状，品质较差。经过分析，问题出在了大棚上。咱们可以看一下里面，这个棚好矮啊！你看看这个棚里面，空气流通也不行，比较深，它这个通风也形不成对流，没地方是吧？对，你看里面又闷又潮又热。我们出去吧。好嘞，好嘞。当时就是失败了，因为我认准这个产业了，还得干，当时就下了决心，我们重复再来。一开始分析这个原因，我们有的时候就愁的。饭也吃不下，有的一天一晚上都是在这个棚里待着，到底看观察什么原因？一是观察，二是不同的改进这些设施。好，他的一些那个种香菇的棚，将来一些小工棚也在做实验。后来感觉香菇棚吧还是不太行，找到了一些那个种那个黑皮鸡枞啊，包括那个双孢菇的棚，它里面也可以降温，也可以通风。哎，所以我们综合了一下，把几个棚的结构，就是又搞了一些实验。到今天建成了这个就是标准化的桑黄栽培棚，都挺艰辛的。现在王老师之所以种得这么好，因为不断的探索，才慢慢有了今天。都是这么过来的，哎，一步一步走过来的。也都是一边干一边摸索经验呗，哈。成功的路上总是布满荆棘，王荣祥的成功离不开他的坚持和努力，更离不开他对桑黄的热爱。在乡土专家的基地里，他从全国各地收集了10几种桑黄品种进行研究，人工驯化种植，不断提取更加优质的桑黄菌种，应用到桑黄种植的生产中。除了研究桑黄、种植桑黄，为了更好地发展桑黄产业，提高桑黄的附加值，他还与中国工程院、山东大学等科研单位合作，
开发出了很多桑黄深加工产品。这个是桑黄粉、桑黄猪腰饮片，这个是桑黄茶，你看这款就是桑黄酒，你看这款是咱们这个桑黄鸦片。哎呦，我种桑黄，我只知道它能乳油、我不知道它用处这么大，可以做成这么些个产品呀、对，它不单单能做成食品药品啊，咱们还可以现食炒菜、煲汤哦，都可以啊。可以啊，我可以带你去品尝一下啊。可以吗？可以，走，咱去尝尝大姐。哎，咱们先尝尝我们那个桑黄茶。好好，好好喝，挺好喝的哈，确实有一股淡淡的香味是吧？是哈，哎，淡很淡那种红茶的味道，对，我还尝到了大枣味儿，竟然。对，因为桑黄它是微寒，起加了大枣，它起了一个中和作用。来，咱们尝一下我们那个用桑黄做的，你像比如说桑黄炒肉啊，还桑黄炖鸡啦这些菜。它不脆，但是很有韧劲儿，是软的，对，很弹，有弹性，软化，是吧？好吃吧？好吃，很好吃，口感很好。这三道菜呢，是咱们用现实桑黄做的，然后这个炖鸡呢，桑黄炖鸡，这个是要用桑黄做的。真鲜，哇，好好喝，绝对鲜，香是吧？香，还不油腻哈。对，现实的要用的。现在整个市场是越来越大，是越来越广阔。现在种这个桑黄的目标是正确的。通过参观学习，孙大姐对种植桑黄更有信心了，也同意安装防虫网。但是在安装价格较高的风机水帘方面，她仍是犹豫。那么乡土专家，她还有什么其他办法吗？哎，大姐大哥。拉了两个泥雾机，还有这个防虫网过来。嘿，王老师您费心了，谢谢王老师。泥雾机是什么？它有什么作用呢？它能解决孙大姐的难题吗？现在泥雾机安上，找一段铁丝，还要找一个水桶。哦，行，我拿去。那我和大姐需要做什么呀？走，咱们过去找一下位置，放在这个东半截的这个中间就行。大哥回来了，就掉到这个地方就行，把铁丝穿过去。高度这个离地根据咱们这个棚，大概在1.3米到1.4米之间就差不多。啊，准备把那个水放过来，这个水一定要用那个深井的水，要用温度低的。试一下，先试一下它看怎么样。是的，就是那个雾一样哈。泥雾机它出来的这个水啊，是雾状的。对，就像那雾。大概就10分钟左右，就要是满满的，就全部是雾气。这个能需要开多长时间？咱这个棚里能叫它这些雾能够用呢？你像咱们这个时间的长短是根据咱们的气，就是天气的情况来决定。如果咱们天气过于干的情况下，中午的时候你就一次开个十几分钟，多开几次，既起到了降温，又增加了湿度。所以说在这会儿咱能浇着凉爽了哈。这个效果可以吧？可以。哎呀，太好了，开心哈，开心开心。泥雾机安装上了，安装上了，咱真是服气了。以前个中午头的不敢通风，怕里边温度高嘛。现在那个打开了，哎呀，在那一会儿，哎，人都感觉凉爽。通风也没问题了，也不怕温度高了，哎呀，效果真好。乡土专家介绍说，多通风，氧气充足，温湿度适宜了，这些长成疙瘩的桑黄也可以重新开片。但是对于已经变成黑色的桑黄，就需要挑选出来。那么这些桑黄又该怎么挽救呢？还有这种完全都已经变成黑色了，咱把这个黑色的掰掉，直接就这么掰下来就可以。
采吧，每个那个距离呢达到25分，25分一个。最近这几天千万不要浇水，通过这个加强通风，增加氧气量，再萌发出这个菌丝和子实体来。咱们现在安那个防虫网，哎，往前放，先压到里面。啊，来，咱们把这个弄上去。来，你看，今天咱们那个牛基也安上了。包括这个防虫网也安好了，最近一段时间又去加强这个管理。王老师，你看今天你辛苦了一天，也在这里，这衣服都塌透了。同样都辛苦，一样，你也跟着忙了一天，都谢谢你俩。大哥们，你好，你看那个经过上次你带着这个王老师来给看一看，看我这撒谎长得比以前好多了。像这个得疙瘩上它又长了叶片儿，疙瘩干了以后在头上长了叶也挺大。你看我这个防虫网这单红都装上了，看这蜗牛是蛾子，你想要是没有这个防虫网它不都飞到那这里边去，现在好了，想进也进不去了。上次王老师来之后说这个这里边通风效果不好，现在我棚里嘛也没有了，一律是清空了，连那种小竹竿了什么的都清了。哎，像这样的开片都开的比较漂亮了哈，这个片多漂亮，像小婴儿一样。每天早上来的时候，我最爱看的都是这个开片的这种撒谎的生长情况。今年我这个撒谎是终于开片了。Thank you.